家好，聖誕快樂。咁咧就好開心咧，聖誕節嘅前一日嘅平安夜咧，能夠喺呢度同大家一齊享受呢一個傳說中嘅爽滑豆腐，係咪真係好正啊？咁咧，我都好開心咧，嚟到見大家，咁就祝大家咧有一個快樂嘅聖誕。咁啊，星矢醫生咧，雖然咧都會參與好多即係所謂些時事啲嘅節目啦，但係我覺得自己叻咧都係叻在係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即係點樣生活啊、潮流啊各樣嗰啲。咁所以好希望大家咧喺未來支持人網之餘咧，都繼續留意各個咧係消閒啦、生活啦咁樣嘅節目，因為咁樣咧能夠咧進一步豐富成個人網嘅平台。令到佢咧係老少咸宜，更加入到屋，同埋咧可以咧俾到大家咧一個快樂過生活嘅一個訊息，所以好希望咧大家繼續支持香港人網，多謝曬。同埋咧最緊要咧就係希望咧我哋係慢慢希望可以喺用人網嘅平台，可以去同大家帶到一啲咧關懷社區嘅訊息。所以咧我同我拍檔阿愛明咧喺近呢一兩個月裏面咧都藉住明星潮衣館啦去同大家去講咧，就我哋會有一個送暖嘅行動。咁希望咧喺未來一個月裏面咧，大家都留意我哋嘅動向。咁我哋可能會搜集多啲物資啊，或者係特別係即係善款啦咁樣。咁咧讓到咧我哋可以將愛心咧去傳俾社區裏面咧備受忽視嘅老人家。咁我希望咧大家喺一個咁好、咁開心、咁温馨嘅佳節嘅之餘咧，都能夠咧多啲反思咧一個關心人啊、愛人哋嘅信息，好唔好啊？好，咁我希望大家咧都好 enjoy 今日晏晝呢一餐。咁咧同大家一齊有好嘅交流，好多謝曬大家。